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城市与乡村的差距愈发明显，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的互动也愈发频繁。然而，一种现象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：城里人似乎并不喜欢穷亲戚来串门。这并非因为城里人冷漠、势利眼，而是因为这几个原因：读国学经典，悟人生智慧。欢迎订阅《大道无形》。城里的工作很忙，待客的时间少之又少。 农村的人很空闲，到了冬天还有专门的农闲。城里的生活节奏却快多了，甚至要火急火燎的上下班。有的人每天去上班的路上就要耗费大半个小时，因而早晨五六点就得起来。可是家里有亲戚，就不知道如何处理了。一大早就喊亲戚起来，会感觉是要赶人走；若是不喊亲戚起来，自己上班迟到也不愉快。不得已，请几个小时假。 有点勉为其难，遇到吃一两天饭的亲戚，那就导致家庭的节奏乱了。繁琐的卫生工作，招待客人之前需要提前打扫卫生，把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清理一遍。比起平时的日常清洁，这显然更加繁琐。而等到客人走后，还得继续努力，将家里尽量恢复原貌。一天下来，就变成了除了打扫还是打扫的生活。 我曾经在家里招待亲戚，每次都得一大早去菜市场采购，然后下厨做饭。结果是亲戚们坐享美食，而我在厨房忙前忙后。等到亲戚们吃完了，我也只能品尝冷掉的残羹剩菜，然后还得继续刷锅洗碗，整整忙活了大半天，让我感到腰酸背痛。现代生活的节奏较快，待客在家会占用很多时间，分心忙碌不过是在间接透支生活的精力。 经济负担重，在城市生活中，许多家庭的经济负担已经相当沉重，尤其是在房价、教育、医疗等方面。面对穷亲戚的来访，城里人往往会担心他们的到来会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。例如，穷亲戚可能会因为生活拮据而无法承担在城市里的生活消费，比如交通、餐饮等费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 城里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质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。此外，城里人还担心穷亲戚遇到困难时向他们寻求经济援助。尽管帮助亲戚度过难关是一种亲情表现，但长期下来，这对于城里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经济负担。他们可能会担心自己无法持续承担这样的负担，从而影响自身家庭的生活水平。再者， 城里人担心贫困的亲戚会依赖他们的经济支持，从而陷入长期的经济困境。这种依赖关系可能会让城里人感到压力，甚至导致家庭矛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城里人可能会选择尽量避免与穷亲戚交往，以减轻自身经济负担。总之，经济负担加重是城里人不喜欢穷亲戚来串门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要消除这种偏见，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入手。 包括提高社会公平正义、加强城乡文化交流、增进人际理解与包容等。通过这些措施，让城里人不再担忧经济问题，从而改变他们对穷亲戚的心态。生活习惯不同，城市与农村在生活习惯上的差异，往往是城里人对待穷亲戚时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对于城里人来说， 他们的生活方式、作息时间、饮食习惯等都与农村有着显著的不同。当农村的穷亲戚来到城市家中做客时，这些差异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矛盾。首先，饮食方面的差异是最为明显的。城里人习惯吃清淡、健康的食物，而农村的饮食习惯往往较为油腻、重口味。当农村亲戚来访时， 做菜的方式和口味可能会让城里人觉得不适应，甚至可能导致肠胃不适。此外，城里人注重营养搭配，而农村人则更偏向于吃饱，这种饮食差异也容易引发矛盾。其次，生活方式的不同也容易导致城里人对穷亲戚产生反感。农村的生活方式相对较为闲散，而城市生活节奏快，压力大。当农村亲戚来访时， 他们可能会在城里人的生活节奏上产生不适，从而影响到城里人的生活。比如，农村亲戚可能习惯早上五六点起床，晚上七八点睡觉，这与城里人的生活作息有很大差异。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异很容易让城里人感到不适。再者，教育背景和价值观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。城里人大多受过较高的教育。 对事物的看法和价值观有所不同，而农村亲戚可能受教育程度较低，他们在与城里人交流时，可能会因为观念的差异而产生误会和矛盾。这种情况下，城里人可能会觉得与农村亲戚难以沟通，进而产生心理排斥。综上所述，生活习惯的差异是城里人不喜欢穷亲戚来串门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要消除这种偏见。 我们需要从各个方面入手，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，缩小城乡差距，同时加强城乡文化交流，促进彼此间的理解和包容，才能真正消除城里人对穷亲戚的偏见。文化差异，城市和农村在经济、教育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，城里人受到了更多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影响。 与农村人在价值观念、社会习俗等方面有较大的差距。当穷亲戚来串门时，他们可能会带来一些农村地区的特有习俗和价值观念，导致文化冲突的产生。城里人可能无法理解或接受这些习俗，从而产生疏远的情绪。工作压力大，城里人的工作压力相对较大，在城市里竞争激烈，许多人为了能够保住工作。 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，因此他们的生活节奏往往非常紧张，很难抽出时间来陪伴亲戚。而亲戚来访往往会打乱他们原本的生活节奏，让他们感到更加疲惫。此外，亲戚来访还可能带来一些额外的麻烦，比如照顾孩子、做饭等，这些都会加重城里人的压力。亲戚关系复杂，城里人的亲戚关系往往比较复杂。 在农村，亲戚之间的关系往往比较紧密，大家都是邻居，互相之间有很多往来。然而，在城市里，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原因，许多人与亲戚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亲戚来访往往会引发一些尴尬和矛盾，比如亲戚可能会对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提出质疑，或者对城里人的工作和收入表示不满。 这些矛盾和冲突很容易让城里人感到不悦。在城里，亲戚最好的交往就是你不麻烦我，我也不麻烦你。很喜欢这样一句话：“世界上唯一不变的，就是变。”确实，小时候喜欢串门的人，长大了就会改变，也许都懒得去串门了。从农村搬到城里，生活的大环境改变了，人的观念也改变了。到了城里，我们发现，多数的人。 都是靠自己，并且人以独立的个体发展更明显。在社交上，大家都愿意和同级别的人交往，就像年轻人找对象都讲究门当户对。事业发展上，亲戚往往不如朋友，毕竟大家不是一个行业里的人。综艺节目里，李雪琴和郭麒麟交谈，然后产生了一个社交观点：我不麻烦你，请你也别麻烦我。大家的思维在潜移默化的改变。 从喜欢在家里团聚招待亲戚，到走亲访友，形式越简单越好。要吃饭也是在饭店。从社交内容来说，大家不再是借一把锄头去帮忙割稻子、插秧，而更适应你要我干啥给工钱。在此也建议穷亲戚到城里串门，尽量选择周末或者假日，并提前打个招呼，便于准备。在睡觉方面，尽量住旅馆，城里人的房子不宽。 往往容不下一张多余的床。保持积极向上的姿态，让自己更有价值。古人云：“大道至简。”凡在人心，亲戚只是随着血缘而来的关系，不要看得太重了，不要走得太近了。每一个小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学会尊重，不打扰。当走亲访友的时候被人嫌弃，不要生气，看看自己做了什么，以后该怎么做，在自强自立的基础上。 对你好的人加倍奉还，对你不好的人及时舍去。成年人之间，太多的感情，相见不如怀念。读国学经典，悟人生智慧。欢迎订阅《大道无形》。